跟创立的极地探索。从他从来在拍照的时候就很害怕。比较少。嗯。这里。记得二十三、二十四零下。 但是你说到后来去的是吧？可以，跟我走。你在一间一个房子好吧？这个 lay on the same level forward of the cook and his assistant ate meals together.
这个奥斯卡国王很奇怪，他喜欢收集东西。他发现有些很有特色的建筑物。Busy。所以他记不记得我们在想吗？这是什么什么特色？最早的。这前面可以进的。下哈盘。大英的钱怎么弄？妈开心，不是就搬过来。其实他的好，因为这是小小的微调。对面这个呢就是对，下午说是个 project 电影，你想知道？你看吧，呀，拍啥？对面人拍的，很暖和。对。临时真的。他要吃枣吗？不可以进去的。比这个还要高，冰刀马的脚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挪威的国民的这些矿物颜料其实在当时是很贵的。这条街是奥斯陆的第一个街区的复制品。去完市政厅，看有什么要买的。
你会死得很惨的。我没有关。我没有关，看我也不要看。1950年落成的建筑，黑分得出来，放在了奥斯陆港。那么根据诺贝尔生前的遗嘱，在初期在这里曾经插了一面红色的旗帜。地方好。要培养他们。蓝鼻子，就蓝眼睛，高鼻子。That is living in the center of this square during our demonstration.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someone do it, but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t's someone from Palestine. Somehow this person thought that Ukraine is taking